要想这个世界安定和谐，化解一切冲突，回归到真正的和谐，一定要互相包容，才能化解竞争啊，斗争，才不至于再有战争啊。我们希望竞争、斗争、战争永远能化解啊，人与人都能够互相关怀、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啊，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太平盛世出现了啊，希望地球能够出现太平盛世。这个是要宗教团结，宗教互相学习，宗教再没有排斥，宗教互相尊敬啊，都帮助自己提升啊，世界宗教是一家，世界族群是一家人是可以在一起共同生活，相安无事。我移民到澳大利亚，在图文巴住过不少年，我们在那里建立一个金钟学院啊，今年13年了啊，帮助这个小城，这个小城有12万居民，来自80多个族群，有100多种语言，有10几种宗教啊，这个12年没有白过啊，我们这个小城的居民真的团结起来了啊，宗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啊，是由宗教带头的，10几个宗教的领导人啊，首先是自己互相了解啊，互相学习，最后大家一心一意要把这个小城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啊，希望大家到这边去看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可以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生活在一起。啊，图文巴可以做到，我们相信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都可以做到，整个世界都可以做到。